哥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好，我来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哥，还有我的伙伴 Nancy。Hi，Hello， 从今天呢，我再带你们来看《R&M Princess》跟《福利公主》玩的另外一个非常推荐的两位，非常非常推荐。今天我带你们看一点不一样的 view， 不一样的带。好，有没有发现到哦？你看这边，感觉得到吗？你看这个风很大，我是不是在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你的这一间，它是有 Partial Review 的，大家看一下它的 Partial Review。那个不是炼油哦，它不是炼油台哦，你看那是什么啊？眼睛？不知
道。我知道是什么，那个不是炼油，那个就是 RTS。哦。那个就是 RTS 哦，所以那时候 RTS 就会从这个这边新加坡，它就会连接过来 JB 这边。这是过海吗？啊，漂洋过海，不用漂洋啦，过海啦，哦，从 RTS 连接过来。OK， 那这就是 RTS 已经在建筑了哦，如火如荼的建筑。所以这次是肯定肯定啊。对啊，2026年会建好，2017没有再反悔了，肯定肯定会建。肯定肯定啊，已经建到一半了。2026年建到2027年开通车，所以到时候如果你要去新加坡的话，不只是搭巴士、走路、驾车、坐火车，你还可以坐 MRT， 哦，你还可以坐 MRT。OK， 那这个是一个三间房间、两间厕所的单位，三间房间、两间厕所的单位。就这边一进来，三间房间就在这边了哦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common bathroom 共用的浴室，哦，是不是很高级的感觉？这真的整个很高级哦，你们看哦，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哦。一个发展商哦，他有没有用心去设计给你很好的这些材料哦？感觉就感觉出你看给你的门，哦，然后给你的这些砖啊，这些镜子啊，小 screen 啊，全部都做好了的。哦，Heater也是有它藏起来的。Heater也是有啊。Heater也是有它藏起来的，所以这些真的是做到很用心，给你很高 quality。For example， 我们如果是住在一个这么luxury 的condo，如果他不给你这些东西，你还要自己做。对。对吧？花很多钱的，他已经做好给你了，所以他的quality是做到很好。很多其他的就给你那种白白的喷啊。啊，白白的。还要花钱去拆。对，你花钱，你讲过装修哦，你换给装修，你这边如果是白白的，你也是看得不爽，对吧？它这边给到你美美了的哦，下面的厨都有啊，下面的厨也是做好的。平时最多是到这边，这个下面的厨也排不了，没有给你厨的。嗯，哇，它这个厨也小，镜子也很少给的。啊 ，OK， 就 common bathroom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房间了。就房间的话，基本上四四方方 ，aircon 是点满了的啦。每个房间都会有吗？每个房间都会有 aircon， 所以客厅跟房间都有 aircon 的啦。然后每个房间这边的采光都很好，它采光都很好，所以这个房间也是有 baby 的。哇，也是有海景。也是有海景，也是有海景。啊，当然这个以后会有后期的发展啦。都那个是我们的 Facebook 第四期，所以那时候假设他以后可能五年、六年、十年起了过后，他的这边就会被绕住了。嗯，还有一点点的、啊，一点点的海景，有一点点海景，而且你会有至少五年、六年的海景。我们是啊，是，我们是啊，好，我们是。OK， 所以这一间就是我们的主人房，所以我喜欢这主人房设计，因为他一进来哦，它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四方空间，所以你这边可以放你的衣橱，这边可以放一个小小的衣橱，放一个衣橱。我们进来这边就是我们的主人房了。主人房的地啊，这边的管理地啊，全部都是做到完美美美给你的，哦，连衣架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做好的，所以很方便啊，真的是很方便。OK， 基本上不需要做太多的装饰，啊，本身主人房空间啊，然后主人房的话，它就除了给天空以外，它给你衣橱啦，哦，主人房就给你很大幅的衣橱，你看，超大幅的衣橱，哦，超大幅的衣橱，哦，主人房就给你衣橱，然后采光也是很好，采光也是很好。做这一间的话，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baby 哦。你主人房设计可以把这边设计成你的一个 working desk 啊，或者是放一个软垫在这边休息。然后这边也看得到海景啊，从你的主人房也是看得到海景的。啊，看得到 sea view， 还有 custom view 啊 ，custom view。custom view。啊，你看那个。啊 ，overall view 也是有。啊 ，overall view 也是有。OK， 所以这是主人房，这是三间房啊，还有一间房间很特别，还有一间房间很特别，就是这间房间啦。OK， 这间房间呢？是一个 guest room 啦，哦，也是四四方方。然后这间房间这个带哦，它是有 extended balcony 的，就是这个房间呢是有这个 sliding door， 你可以直接去到外面的 balcony。哦，所以刚刚的 balcony 是通的。啊，刚刚主客厅跟这间房间的 balcony 是通的。大间。超大的 balcony， 所以这个 balcony 啊，你除了可以拿来晒衣服啊，你还可以拿来放一些喝下午茶的地方啊，或者是我啦，有可能你可以叫你朋友过来一起喝两杯，或者打麻将都可以。嗯。那你看，空间挤吗？空间真的很大。哎，可是隔壁在装修会吵吗？隔壁在装修，你想做个 face 度吧？对呀、啊。做做 face 度 ，OK， 我给你看啊。这边呢、啊，就不得不提它的管理地啊，帮我修一点。来，给我看一下。不提它的管理地啊。要只是讲吧。我们现在，因为现在不吵了，你可能这边会听到一些风的声音，一些风的声音。但是你看啊，它这个管理地啊，这个我给你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玻璃啊，这个玻璃呢它是打不裂的，它是打不裂的，因为我们在市中心啊，市中。所以这里啊，我就跟你们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玻璃哦，这个 sliding door 这个玻璃呢，哇，大有来头，它是 double layer 的，它是双层的。然后啊，因为我们住在市中心啊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华视街边最市中心的地方，最市中心的地方，住在市中心难免会有一些声音，对吗？因为很繁忙，那很好啊，那没有声音。OK， 这样子这个 double layer 呢，它发展给你的这个 material spec 就是很好，因为它隔热隔音。OK， 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啊，当你把它关起来的时候，一下子安静了。你给我听一下那个铃声。只有 aircon 的声音，对，只有 aircon 的声音，一下子安静掉，因为它这个隔音效果真的是很强。拍一下，感受到那个差吗？嗯，
如果你现在感受不到，可能你要过来感受一下，真的是很大的差别。我每次当顾客他们都讲，哎，这样的话我住在市中心是不是很吵？因为难免的，你住在市中心一定会比较多 action 嘛，你会觉得吵。但是我每次都讲 feel 一下这个东西的管理力，这个东西的管理力真的它跟影响不管。所以有这个外面多吵都不管你的事情。对，外面多吵不管你的事情。如果你想要休息的话，如果你要管你的事情，你就打开了。啊，也是可以。所以今天的重点呢，就是这个三方的单位啦。就这个三方的单位呢，基本上我们讲，因为二零二这个地点呢是非常非常 prime location， OK， 真的是 walking distance to CIQ。我如果讲的夸张一点呢， walking distance to 新加坡。OK， 真的是你进 CIQ 就可以进到新加坡了， walking distance to 新加坡。OK， 所以它不只是靠近华侨，它最靠近就是你进到新加坡。你除了坐车、坐 bus， 然后坐车、坐 bus， 走路、坐 MRT、坐火车，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可以让你去到新加坡。所以你不管是买来自己住、办投资，或者是你来出租给别人啊，在那边住，在新加坡做工啊，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。In fact， 我最近有很多顾客啊，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因为新加坡现在的租金，很贵，对，新加坡租金很贵。像我们有很多新加坡的顾客呢，他们的情况是这样，他们把新加坡的物质拿去出租，他把新加坡物质拿去出租，赚的收入他来这边住。所以他们来这边来回啊。他们来这边住，对，他们来这边来回，对，他们真的是不介意来这边来回，他们那边的物质他拿去出租，我们来这边来回。他来这边住也好，他来这边买也好，住也好，哦，他们都会做这个事情，因为对他们讲太方便了，而且不要忘记楼下就是小朋友，是，楼下就是，风很大，吓到我一下，风很大，这个风真的是很大，因为靠近海嘛，靠近海就是风大 ，OK， 所以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，然后这是一个三方的单位，在二零零四年布里姆主湾，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就可以来联系我们啦 ，OK， 可以点击一下那个链接，或者是我们的孔妹那边有我们的联系方式。可以联系我们，或许跟我相亲，或者是可以 contact 我们来看房啦。OK。OK， 所以今天这样就讲到这里，记得帮我们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。我们下次会再为你们介绍其他的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